第一题，小蓝曲、食盐、小苏打、方糖三种白色的物质，观察其固体在滴了某种液体后的反应，结果如下表所示，则此液体最可能是下列何者？我们看到呢，我们的小蓝滴食盐的时候是没有反应，而滴小苏打会产生气泡。那我们知道小苏打碳酸氢钠碰到酸性的物质会产生二氧化碳，所以这个物质应该是属于酸性的。我们又看到它滴了方糖会变焦黑，变成像碳，那我们就记得了，浓硫酸有脱水性，会把方糖碳水化合物的水拿走，而留下了碳，所以我们看出来，我们这个物质最有可能是浓硫酸。于是第一题问我们说，则此液体最可能是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浓硫酸。